范大鹏。
收，再收。熊哥待到下午啊，待到下午，看他们打完啊，两点而已。没有啊，没有那么。不是啊，看到两点啊。他们是连两场，连着打。对，他们中间不能休息，只能休息没几分，十分钟或二十分钟这样子。那中午吃什么？中午可能就没吃，就直接上。吃了吃了，打球不好打。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吃啊，他可能就吃糖果。